自为。一些热闹。门锁，只有他门锁，其他每个都去，有的在，有的不在，别给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超党派的委员，每个班长。对，本身要不接点那个东西，那就只有邱水不在，其他都有最少的助理啊。对，表达一个什么？表达一个敬意。对。好吧。啊，你别来，拢临时，拢临时，拢临时开的。我突然有没想到我要来党团找同门师兄弟姐妹报告？那我长期那个早上陆军官校校庆，然后赶来要告别，就再到那个金国先生的头寮参拜一下，晚上在这边，今天早上就来立法院党团，等一下就要回去。既然都来了，我想立法院党团，我跟他一起来拜托，就请黄州的委员帮忙安排。拍摄了，赶快照出来，那叫拍摄。没，你今天立马过生日。现在生日不重要，现在工作重要。生日要救国，救国也要重要。我这出来的苦，这都被避免了。开始。你知道临时卡电话吗？我想讲，你讲咱去开中台，所以我就。哎，讲大家吼，老大无来。哈哈哈！老大，开玩笑是啊。但是，如果老大家来，是李绿党的。哈哈哈！谢谢。没啦。好。啊，你啊，对啊，你。啊，就咱。有新的代志，应该好解决。好。好。李绿党这边多帮忙。疫情跟掌控跟消毒啊，那个。每天都开会，每天都在盯哦。刚，我七点跑那边，专门。那靠昨天的结果没了，心里不行。今年又是暖冬了，所以大概刚。七十年来最暖的冬。这又是第四型，因为第四型在台湾从来没有造成大流行，大家都没有抵抗力，它又没有疫情。以前南部又有一项就是肠病毒，肠病毒，你可以看到很多标准。包括观光客。投资，结果我很紧张。